很抱歉啊，就晚上啊，就是一直很想啊，赶到这里啊，跟大家聚一聚啊，就是喝杯酒，聊聊天。但是啊，真的是啊，这个行程啊，有一点，那先参加一个结婚喜去跟他们敬个酒，打一个招呼。到现在为止啊，没有吃一口东西啊，跟真的跟各位同仁报告，真的很抱歉迟到了。但是啊，对对对。马祖的发展啊，这个观光真的是我们命脉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推这一块，对马祖未来的永续发展是很重要。推动马祖旅游啊，很高兴啊，其中有一段就是啊，他们非常的惊讶，能重视马祖民众的健康以及我们医院的一个服务品质，所以这个问他一直在询问，哎，马祖的健康是怎么做到的，感觉这样子更好。所以说这个部分是我们是是可以努力的，也是我们未来一个发展的一个重点。那我觉得说我们这段时间来大家所有医务同仁的辛苦努力啊，我在这里首先要跟所有同仁的努力跟辛苦表示非常的感谢，谢谢大家的来啊，华万丹的两分两分三分两分，谢谢他们。我想马祖的医疗啊，真的是昨天吗？我们那个大量伤患演习是昨天吗？是吧？前天早上我们大量伤患演习，我一直跟大家讲，我们谢谢他们的努力，他们今天能够得这个奖也是实至名归啊。那我们一起跟他看齐啊，然后结合大家的力量做好全医疗。我们谢谢大家的辛苦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这个县长施政能在最前面哈，当然这个医师人员是最重要。前些日子赖院长来马祖，问了县长两个问题。那个赖院长对我们县长佩服的不比统计哈，其实大家辛苦一点哈。其实很多人认为说马祖这么小好做，其实马祖做任何事情都不是那么多个人，但是我们今天能做到每一个人都很健康。所以说你们比较辛苦，所以未来呢，我们施政方向哦，就是一粒子医疗，刚才现在也讲了，人民的寿命能增长是我们整个县最大的一个资源。你做得再好，人民这个寿命很短，没有用啊。我想一个人要活得健康，要靠你们。谢谢了，大家辛苦了啊！谢谢。谢谢县长跟议长，来一起举杯干杯！干杯，多喝一点啊！我干杯，干杯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